你这身子都回得很，你还晒一下。我说要不得回去。那你把弄大坨小布都是钱。那我这孩子都挑着嘛，有多钱的就挑出来。今天他要弄雨衣啊，不得。那我把那个都想拿过来，红袜子都好得很。这个晒不得，臭得很，我都闻不得你。王婶儿，王婶儿，你这身子哪敢收来的？臭得很，我都闻不得。我都看过了，这不是翻霉了。你自己闻哈子就行了。哎呀，我也闻不得，臭得伤心。哎呀，这狗子，还没收的时候嘛。那个是个高不低下的哦，就是黄泥巴塘，狗屎包心的。五天我就说，啊，面上你给你放点好的，底下就给你放点坏货。沾尾水了吗？尾猪都吃不得，吃不了的。我回你这，猪都吃不得，尾猪也得噻。要不然弄臭的，你敢吃不？你问了哈子敢吃不？我那猪都不敢问你这种东西。那这个是什么的？就完全是饿烂了的，饿烂晒干的。那是想钱的嘛，那鬼想钱的找银牌，好臭哦，你随便拿过来闻都臭得不得了。那我敢吃嘛，硬是可惜让你鸭子让弄来整净的话还浪费人家的东西。这叫晒是晒干的，就是不，那是烂的还晒干的，那是牛的那个臭嘛，甚至一晚些就旋了旋旋到东西。没天时的就不得行，没天时的当然不得行啊。当天晒的身子是最漂亮的，这一下来放了几天啊，落雨放了几天啊，管你的，我那钱晒的啊，往出来手就接了手就可以。你后手你只有烂货，你到下一次手你到看哈再收。你说你看嘛，垃圾给哪个敢吃嘛？哎，我还吃不了东西，猪都吃不得，老子我上来喂猪好呀的。猪好吧，你回了噻。那你不要这上车，老子出来去你这种。我回了，走了，我回。大家吃毛面怎么嘛？不，我到那回个，到那回个嘛嘞，弄多钱呗，你嘛，我都回了噻。要点身高高的，当结实。我给我急死了。